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继续要来讲这部《楞严经》。那么咱昨讲了这个供养啊，有七种的供养呢。那么头前已经讲完了四种的供养，今仔日要进入第五种的供养。那么第五种的供养是如何呢？来听好一下哦。勤修善根供养，一切善法善行由善根培养而生。若无善根啊，一切善行无从生起。你注意看了有明辨吼，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供养啊，咱这个善根上要紧。你会看有一个人无善根的一大堆啊。要叫你来念佛呢，伊发迷信啦；要来参禅悟道呢，伊讲食饱无聊啦；叫来听经闻法呢，伊讲要走去食海产啦。吼，总是呢，伊无爱来听经闻法，无爱来修行呢，下当是歪理十八条，条条有理啦。在乍听之下，感觉讲，伊有道理咧。不过拄着靠理性诶、靠智慧人诶，伊就知影讲，伊开始歪啊，去歪你十八条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善根啊是培养你的。如果你善根啊成熟了后，你的善法甲善行呢，伊就行动出来。譬如讲，伊为安怎以铺路造桥，我相信这人伊生生世世包含这世的人诶，都有这个善根去培养啊。所以这善行我都流露出来啊，行就是行为嘛，伊动作嘛，伊善行就采取行动，也做普罗自救人，这跟先天性也有关系。啥物有个先天性呢？就是伊生生世世累生累劫，就拢培养这善根，做爱利益他人，帮忙他人，帮忙他人。所以在这经营之下。这四地人稍微培养一下，会吸到，会接触到呢，伊神经就大点流咯。所以一切善行善法呢，你唔免甲教，伊自然就会晓啊。那你讲起来呢，神经是培养你的哦。那么，咱这个神经唔是干呐，完全呢用金钱的布施、财物的布施而已，也还有所谓的无畏施啊。像咱讲的。你去紧张恐怖，我做一个好心态，给你安抚，和你心内得到宁静、和谐、统一，带来一片的祥和啊！和你带来免恐怖，带来免紧张啊！这嘛是一款的共用布施啊！或者是呢，你哇足无用的，你浑身呢浑身发出啊，我都甲一个人分做两个身躯、三个身躯呢。早中你该做工过啊，无呢？我帮忙你呢，来早中，这早中北京语叫做跑腿的啦，我这公文你给我送一下，这是跑腿的，这件代志如果教着你呢，给我走一抓好唔好？这嘛是一款的强用啊，嘛是培养神经的一个方法啊，或者是，跑腿呢伤过忝，无我要别款的工过使未啊？你当然，在时一别开始啊，看到爸爸妈妈，那只内心发出善意的这个微笑，看到在时也是爸爸妈妈了，爸爸妈妈啊，牛杂，面貌呢，展现呢一个呢
可爱美笑，自然美笑，欢喜美笑。哎，卖讲透早呢，爸爸看你的时呢，就面凹面臭呢，欠你唔知几斤的回啊呢。吼、哦，啊那安尼唔是叫做强勇，唔是叫做暴死啊、哦！你发出你的诚意，内心表示哇，对爸爸妈妈的感恩。再时啊，看到爸爸妈妈，哎，爸爸搞炸，妈妈搞炸，佮面带笑容，这嘛是一款的培养神经、敬老尊贤，诶，一款强勇啊！哦，还是拄到亲戚朋友呢？过去的时代里呢，拢未敢拍招呼。哦，那是冤仇人的呢，有快那无快，还是故意准闪开呢？刁人闪开呢，即马已经合乎啦，你就唔好刁人闪开，抱出点欢喜心，甲伊结善缘。阿姆熬炸，阿伯熬炸，欧子上欧巴上熬炸。啊，那安尼呢？你露出这笑容，干那开口尔，也无了半仙钱呢。这款难道做未到吗？安尼一来呢，能净化你的内心，以这款未随意的心。哦，平常时无现金，因出由这个唔免开钱的半仙呢，为这微笑来做起，总是做会到吧？哦，啊，你唔好听我咧讲了，食饱无代志呢。嗯，如本老师讲结善缘。唔就卖来走去十字路口人较济所在，徛踮遐呢？看人就笑呢。那安尼金爪万你用掠去关起来，那讲这龙花糖造出来，所以爱适当啊。哦，在啥物场合、啥物时间会当笑、袂当笑，才得好呢。你唔当咧不该笑，阮什么笑吼、哦？是搞出问题啊！那讲你这阿呆，伊个叫阿叔了呢？所以呢，这微笑要有适当的时间跟空间的。总是啊，我安尼讲，你得会用运用，运用你家的都拄拄好。哎，做人个跑腿来这微笑，唔免开半仙呐。这嘛是咱培养的神经呐、啊，嘛会当强用别人啊，无唔对啊。啊，过来这随喜的心，哦，啥物随喜呢？伊足有才华。伊比较较强、较敖，咱都有随意的心。讲，哥哥，哦，你呢真敖、真强哦！我相信你生生世世呢，都稳有读足一册啊。无我较读个读袂赢你，咱哥哥嘛欢喜。啊，你个随意赞叹呢，能消除你内心的嫉妒、怨妒的心，两行拢付就丢了，都讲随意。那个布施五块银、十块银呢？你当边啊，随意赞叹，讲哦，欧医生，你真有神经哦！你喺正福殿，真未来者，你的福报会成长，会升级佛道哦！你边啊，该随意赞叹，好、哦。啊，你若无爱随意赞叹，相对比边怎呢？阿伯，有啥了不起啊？哦，你报是五块银尔，我是无尔呢。哦，那有哦，卖讲五块银啦，五十块就报是几呢？这叫做无随喜的心啦，但边个拍一个风凉话啦？哦，无想讲伊善敢那鬼的呢，讲这个风听会热的话呢、啊。所以这随喜就是讲，别人有成就，咱来随着伊心情的欢喜而欢喜啊。这无简单呢，我昨有讲过啊，随喜的功德哦有够多，最起码呢会当净化咱心内这款的怨妒、嫉妒。一个不正常的心态呢，净化掉。啊，过来，你帮忙人派一个物件呢，嘛是一款的随喜的共用啊。别上车顶，这个老阿伯、老阿姆，别车顶别袂去，你个帮忙手甲到右者呢，到花者呢，莫别去车顶遐悬，有可能跌倒啊。坐公车惊跌倒啊，安尼你个出一个力量，嘛是结善缘呢。正这些神经呢，嘛是一款无形中的共用啊。所以讲共用啊，就是讲简单讲，有精神界的共用，物质上的共用，无畏施，甚至啊来这微笑、随喜功德，拢总是包含在内就对了。那么平到派物件，哇，阿桑，你这派这真重了，我帮忙你派好唔好啊？用好。
哎，就到帮忙派这物件派去因兜，哎，听有无？唔当派去恁兜去呢？哎，派去阿姆妈因兜，唔是恁兜去哦？哎，哪咧就变阿囝了，唔敢互你派啊呢？所以讲啊，在这经营之下，咱就要讲话啊，要挣现金，要强用布施施舍呢，唔免完全一定就爱所谓金钱上的布施，来一个微笑。拿一个跑腿，共斗摕一个物件，共斗出一个力，这拢总是随喜的功德，拢总是培养咱善根的方便法门。哎，你注意这个字吼，所以这个问题就要紧啦。这是所以呢，勤修啊，善根的共用。总讲一句，这人伊的善法要成就，伊的善行。会采取行动，做出呢利益社会、利益国家、利益他人的工具。这人伊就是培养善根而来啊！你看社会上真侪呢，独善其身的人真侪呢，拢干顾家己尔，无愿意顾别人的人，这无量无边呐、啊！这是缺乏了培养善根呐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注意明辨吼，好，搁听好，听好哦，佛法啊！伊无贪，无嗔，无痴，精进为素善根。有素善根，才有法度增长善德，成就无上菩提。安尼注意听了有清楚吼？所以佛法讲远离啊，即贪嗔痴三毒，所以个精进呢无上的菩提，即是所谓的素善根啊。那佛门内底有个素善根呢、啊，那么有这素善根呢，你在我度修着你无上的菩提，乃至你的善德啊，才圆满起来啊。好、哦，我看无一尊讲十方三世诸佛，伊还佫贪嗔痴呢，决定无贪嗔痴啊。不但无贪嗔痴，这心内独病呢，同时呢，伊佫非常的精进。断恶行善，大向无生法忍呢，去努力拍拼。所以呢，无尽分分秒秒，日日月月呢，拢总去做些啥善行善法，来使着伊善定呢，来成就起来啊。最后一终点个目标，就是要达入这无上的菩提去。哎，你注明变好，好去听好，无贪。无嗔、无痴、精进，是属于自度的善根，是独善其身、独善其心的善根，是自性人的境界。哎、欸，你注意看哦，这意思讲，咱人若是有贪嗔痴这三毒的位置，那么伊决定要搁伫凡夫地啦。那么要进入圣人的境界里面。绝对不二法门啊！三毒、贪欲、嗔恨，加这牛痴心呢，一定要净化掉。如果干那偏重于自己解脱利益，无想要利益他人，这完全拢就是自性人的境界。譬如讲，声闻幻觉啦，伊对自己的身心的解脱呢，非常的努力精进。那么，可是呢？伊对着度化众生呢，拢抱着呢随缘的态度啦。既然如此者，各家的三毒的净化，去精进用功，急要出这三界呢，那么也只是呢独善其身而已。即款呢，也阁毋是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度化众生用意的。佛到来人间呢，就是爱欲度众生出三界。出三界了后，是用自度啊，哎，那个无够，所以记得呢，利益他人，度化无量众生，含咱自己同款，有着无上佛道啦。这才是佛道出世来人间度众生的本意的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好，固定好。不但无贪嗔痴三毒啊，又能慈悲喜舍。布施他人，
是属于利他的善根，是兼善天下的善根，是菩萨行的风范。注意听来有明辨哦。不但我的贪欲，日益呢净化，我的脾气、个性、真心呢，也已经有去净化。不但如此，我的无明恨，三毒的心、无明的心、烦恼心呢，也已经努力打拼去净化当中。不但自己净化三毒啊，搁有能慈悲喜舍呢，来恭敬说法度众生。或者是呢，布施该布施的物件，和依会，而且大地众生，即款呢有关心着别人，有怜悯着别人，有注意着别人，伊的目的就是呢，令伊呢破迷开悟，要令伊呢中凡入圣，即款心态人完全会当兼善天下，咱称呼伊个就是菩萨行的方圆呐。这无简单的主意啊！你也看，咱放眼观看咱台湾报道了，咱这台湾国你也看，是不是啊？即个功利的主义时代啦，功利主义啊！有了名利，那么兄弟姊妹无去顾啊，有这名利呢，老爸老母拢无去顾啊，人伦道德无去顾啊。这款呢，拢完全培养自私的心态，那讲世态炎凉啊，人情冷暖啊。在即个目前时代，渐渐有展现这款现象出来，而且佫足明显直线上升的现象。所以呢，咱平常时咧培养有这善根足要紧的。这个善根简单讲，就是讲伊的内心足善良的，伊的善良是个人的代志。伊阁将自己善良扩展呢，到每一个亲戚朋友眷属，将倒跨去呢，阁较跨呢，为这社会国家去呢，具备有足好足好善良的心呐，这叫做善根呐。那么，咱要讲为啊，菩萨的方圆，正正就合着呢，咱刚才讲这问题，甲伊善良一面无尽的扩跨去呢，然后令伊呢来向善断恶，最后踏上菩提之路，来互成佛啊！即款若无菩萨道人，一般泛泛之辈，决定做未到啦。所以呢，咱在修行当中，都关心别人，绝对无唔对。譬如讲咱自己啊，今仔去讲福报，来下苦修行，咱嘛要感恩着呢，咱是真人呐。唔是一贯都坚韧哦，咱头前人，譬如讲有法师啦，有在家技术学到真好啊，伊个讲佛法，咱听这個法师个讲经，引出咱的思想观念，准超正超正，超到了后呢，修行未歹啊，今咱出家修行啊，咱有感恩心情，咱之所以出家修行，即款的福报要遇到去买倒转来啊。这无价之宝啊！学佛遐尼好，会当转凡入圣、开悟正果，这哪里会当一千万、几亿万买得到呢？生死要怎买啊？无法度买。所以咱在这状况之下，咱敢会当无对这过去大乘学佛遐法师啦，敢引导表示十二万分的敬意、甲尊重啊？这若无伊来恭敬说法。咱哪里有机会来学佛修行呢？决定无法度，所以咱今仔日咱的长辈啊，会老去啊，会老啊。那么伊无开咱行恭敬说法啦，所以咱即马正正进入这中年人阶段，恭敬说法，这力量大，讲话呢较轻啊，家己较轻呢，好啊，方法报告呢，会当感恩着所有的这慈蒙诸佛。感恩着过去遐法师呢，恭敬说法辛苦。那么，伊传予咱，咱个传予后代，代代相传，和每一个在佛教国家当中，那么只要伊善根来成熟，伊就机会踏入佛门来听看卖哩。即只听一阵调哩，调哩呢，伊就机会来学去修行啊。
所以呢，这个问题非常要紧啊。总讲一句，伊不但贪嗔痴净化，又讲呢令自己啊非常精进用功，安尼个不够，那是独善其身尔哦。刷来几个安怎？连慈悲喜舍，咱周遭的亲戚朋友，不时回来托伊，这是属于利他的善根。像我讲的，是兼善天下的善根，这是菩萨行的一款风范呐。哎，注明变好，好个听哦。不但无贪嗔痴啊，又能随喜赞叹别人。是利他的神经，你注意清楚哦。我一条一条列出来，互注意看咧。你的三毒贪嗔痴不但未爆发出来，你这定时炸弹未叫爆发出来。不但如此，又果呢，能用你的神经呢去利益他人，共随意攻击别人，这无简单呐、啊。这属于利他的神经呐、啊。哦，比如讲。别人做好代志啊，你都要共鼓励赞叹。卖人伫食面咧发烧，卖人伫做功德咧拍哪凉呢？啊，嫌东嫌西，无想讲你家己呢，连这动作做出都无，哦，共随赞叹都无，哦，这款的人大有人在呢。你看有一款人哦，是四地人诶，一毛不拔啊，哦，一个钱拍去四界人诶，是满满是啊。那讲哎。来铺路造桥好唔好啊？哎呀，这政府代志啦，好啊！啊，政府也毋是全方位啊，也毋是万能的啊。所以呢，咱民间一挂慈善机构啊，热心的人士，愿意帮忙他人、帮忙社会、国家的人是非常的值。因为政府毕竟啊，啊毋是呢万能的代志。所以咱会当做一挂利益社会、利益国家的代志呢，咱尽量去做。那么，伊不但无甲帮忙呢，佮讲人一挂五四三，即完全无随喜功德。即神经不但会砍掉呢，同时呢，体啊像个卡路高啊，即当时怎个神经有路呢？所以讲，远离贪嗔痴，佮加添会当随喜赞叹别人，讲就无简单呐、啊。卖讲是安怎，我嘛看真济人诶，伊根本都无随喜功德。好、哦，一两批评，一两批评，那就出师来批评你啊呢？结果啊，共随意赞叹者都无啊。哦，所以安尼不但无共伊结了善缘，佮结了恶缘呐。我称呼叫做圣美福呢。利他不行，反倒等下呢，和自己佮堕入危机啊。嘿，你注意清楚吼，好不听哦。不但无无耻啊。幽灵将佛法呢，一一宣扬，度化他人，是利他的善根。你注意清楚吼、哦，伊这意思就是讲，我的无耻心，就是讲对人生污浊的真理呢，我已经通达啦。恭喜恭喜咯，通达是通达啦，唔过将这通达的道理呢，将如来的正法，佮一一呢去宣扬报告。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因含咱自己啊，会当来大向这佛道，这是属于利他的善根。你注意清楚吼，这非常要紧哦。好，注意听好。下面咱来讲地大的功用，啥物会叫做地大的功用呢？注意听好，不舍菩萨业功用。菩萨道的任务啊，重在弘法利生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样才是最实际，共用三宝。你注意看有清楚哦。总讲一句，咱无合佛道不会讲，一旦要合佛呢，要契合如来来恭敬说法，行菩萨道这个原则来行。安尼就无唔对啊！你当下哪会当无舍离这个菩萨业？安尼做菩萨行，利益众生，四名共用。所以呢，经典定讲啊，
讲二圣人度众生是随缘态度，伊无得像菩萨作为呢，遐尼热情不清之忧啊。阿鸾较无法度，因为伊看这生死三界惊死啊啦，看三界如如恶啊，看生死就是冤家啊，哦，走哪飞啊，如避火坑啊，万一佫陷落佫聊落哦，即些一句话讲啊。一报百千劫啊，再回头来是几时啊？一旦后对了三恶道了以后，唔在当时回头，再当个修行啊。所以看到三界内底沉沦六道了，去生死啊，伊惊了啊。所以一定要亮出去呢，三界外尊，大众生抱着随缘的态度，吼、哦，真正惊了就对了，莫怪你的，因为生死办不好啊，后出世够遗憾我看咧咯。生死办不好，无顿顿去，后出世个人无受咧。所以阿罗汉呢，伊即摆用正成阿罗汉的高义出三界了后，伊听到生死，听到轮回呢，伊惊了，走哪辈呢？所以呢，无就存阿存咧菩萨遐尼伟大啊！菩萨伊讲，我正成出三界啊，明心见性啊，那么伊就发大菩提心，生死如涅槃。哦，伊知影这道理，因此呢，伊就呢开始作为菩萨的方法，开始弘法利生，度化众生。对自己来讲，无尽一直上求佛道，充实自己；对下来讲，无尽一直度化一切众生啊。那么，伊这款心情是最实际呢，来供养三宝啊。所以，注意要听咱佛门一句话讲啊，弘法。为家务啊，理性为事业。那么我以我本身来讲呢，我出家要二十担啊啦，在要这二十担的当中呢，我一定抱一个原则，对我自己来讲，用的是要研究三藏十二部教典，哦，为自己来讲爱充实啊。那对他人来讲呢，我无尽一直弘法布教，讲经说法，甲今仔日来。已经有十五担啊！我的弘法度众生的心无变，利益众生的心无变，成就佛道心无变。乃至我百岁命中呢，我犹原如果有因缘伫极乐世界搁等下呢，我犹原要判念弘法布教度化众生的一份心意的。因为会当恭敬说法啦，会当使到无量无边人来正信三宝。了解佛是啥？为安怎要修行？修行的动机在哪里？如果若无修行，修行呢，有带来有啥物种种的无好的效果，或者是后遗症。那么种种问题呢，来透过弘法布教、讲经说法来利益他人呢、啊？安尼则是混合了释迦牟尼佛来人间度化众生一本义理啦。所以讲啊，如果呢？菩萨的任务，会当把握着呢，所以弘法利生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这就是完全心口意三业，采取实际行、实际行动来供养三宝啊，安就正确啊。弘法无困我的注意，我昨有讲过啊。你看我大一阵恭敬说法，像千年话好，咱若如大了后，面前顶倒落啊，吼皮皮喘，因为恭敬说一出一散完去呢，无开我呢，所以呢，弘法布教是一款哦真忝的代志。虽然忝是忝啊，唔过你无经过这弘法布教度众生结人缘呢，你要如何成佛啊？所以佛祖讲啊，哎，未成佛道，爱先结人缘呐。实在有道理啊。那么你看佛祖啊，恭敬的是呢，听众是人山人海啊，无量无边啊。为安怎无量无边？为安怎如人山人海？这些听众就是佛祖以生生世世功德善缘，因此业力感召呢，来佛祖做下来听恭敬说法。你看，你无甲伊结缘哦，伊无你信半道呢。咱个结是个善缘，结法缘呢、啊，所以呢，
我有看真济人，哇！伊讲经说话听众呢，拢两三个、五六十个，甚至百几个尔。好、哦，我本身讲经呢，哦，听众非常之啊，几啊千人，几啊千人，几啊千人啊。为安怎？每一个发言无同款。我相信呢，咱生生世世啊，伫个出家路中，诶，这路上呢，或者是伫三宝中啊，有结善缘啊。所以呢，哎，甲公布出了后，哦，听经的人呢，人山人海呢，都挤过啊。所以结这善缘是非常要紧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咱佛门唔只一句话讲，未生佛道，爱广结善缘，理由在这所在。较早讲有两个师兄弟啦，那么伊这个师兄呢，佮恭敬的是啊，哦，听众是人山人海啊，听众真济，几啊千人诶。那么伊个师弟呢，佮恭敬说法呢，哇，听众呢袂介济，五六十个，愈听愈少呢。那么伊个师兄真有度量啊，哦，心包太乙两洲三界。心胸真广阔的人，就甲伊师弟安尼讲呢，讲你从今日开始，哦，暂时完成出了方法嘞，以免阿未解成熟，你会当好好呢，好温基所在哪用功修行。如果有信徒供养的这个钱财宝物，你个修修呢，然后去买河流鳝鱼币啊，买一挂精神该放生的，该放生的。那么你个二十年了后才出来方法，那么因师兄改讲了后啊，伊这师弟呢依教奉行啊，哦，如法呢来修行。那么将信徒供养这钱财呢，买河流鳝鱼币，这众生类呢去该奉行的所在去奉行呢。二十年哇，一刹那间就过去啊，差不多五十外岁啦。那么一出来恭敬了后，哦，意料之外，听众是客家人山人海。奇怪就是讲，那听众的人呢，拢总是囡仔屯啊，那十外岁啊，将近二十几岁啊，一大堆啊。因徒弟，因这师弟才知影讲，哎呀，我这师兄感恩啊，感恩我的师兄。迄个时阵啊，猛然的觉醒。结善缘的重要性，原来这听众呢，二十通岁啊，十五岁的囡仔囤啊呢，完全就是以奉献迄河流鳝鱼币，因为奉献的时，所来去佫改皈依啊。伊讲，念定脱身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，皈依佛不对地狱，皈依法不对饿鬼，皈依僧不对脱身，皈依佛敬，皈依法敬，皈依僧敬，佫改呢念四弘誓愿呐。改三皈依啊！啊，正下三宝缘、佛祖缘了后，改皈依呢。然后遐河流善缘毕，伊受终了后，依处善根呢，感召投胎来人间。那么，这个法师恭敬说法啦，这听众拢总是在囡仔屯啊，在囡仔屯啊，就是过去生中遐河流善缘毕来投胎。那世间人讲，不管你听有听无。看这法师就欢喜啊，有结果善缘人就是呢。你看一款人哦，无熟悉呢，唔过啊，一见面了后，哇，那是曾经捌见面过，曾经捌熟悉过呢，啊，就做一堪斗阵，拍成一片呐。有结善缘就是呢啊。啊，一款无结善缘呢，有在堪斗阵呢，就是直觉的观念出来，直觉啦，直觉就怎？哦，啊，这人严重，唔好想去斗阵哦。那边充满着阴天阴天啊，充满着呢，哇，很酷呢，充满着呢，要共闹共骗，但身躯边啊，亲像无安全感呢，迄款气呢，你就感受着。所以这就无结善缘呐。啊，有一款人呢，你看这人做无缘的哦，啊，不过伊呢，看别人无一定就无缘呢。这问伊到底有结无结的呢？哟，我看爸爸介有缘。啊，唔过呢，咱的小弟无一定跟爸爸有缘呐、啊。我跟妈妈有缘，咱的妹妹无一定跟妈妈有缘呐、啊。我跟李先生有缘呐、啊，啊李先生无一定跟陈先生有缘呐、啊。这缘爱有结的，
无接到这个发言，那么你要斗阵啊，有当下真硬斗呢。哎，无接善言，很多伊关心你哦，你个当作讲，这人可能气度啦。哎，你要照顾伊哦，伊就怀疑啊，这人无讲哦，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呢。哎，伊自己呢，拢会对伊产生猜忌、怀疑的。安尼话咧，家己肯定斗阵真艰苦。所以无结善缘就是安尼啊，啊！你结善缘呢？哇！你人缘足快足快，所以呢，就生生世世结的缘呐。佮家庭这四个人的培养、努力拍拼呢，产生的结果啊。所以这个耶稣爹呢，听耶稣遐话，将这钱买河流神人，比佮放生。二十年了后，才重现江湖啊！在这个世间呢，开始呢。作为度化众生的工具，听众是人山人海，可以放过放生遐众生话者呢？河流神人币啊，你买一千块多，捞起来哦，河流哦，几若千只呢？何况伊放二十担，你看，二十担的河流神人币啊，几若十万只就对啦，迄歹算啊，迄无多算啊就对啦。到底数字话者呢？姑且呢卖论者，总是含只结果善缘呢。所以啊，二十年了后出来方法报告呢，听总是人山人海啊。所以我就会讲话啊，菩萨业的供养是一切供养内底呢最为殊胜的一面啊。因为要做菩萨，就是要成佛，要成佛未当无度化众生啊。菩萨在度化众生当中，无尽来利益于自己。也唯有未当离开众生的行菩萨道，才是如来出世本怀。这个问题呢，做佛的弟子爱有所共识的所在。来注意静止吼，好，注意去听好哦。个第七个供养叫啥？叫做不离菩提心供养。菩提亦有一觉，觉悟人生无常真理之心。菩萨念念不忘成就佛道，是名不离菩提心供养。那注意有看清楚吼、哦。咱一个佛的弟子想要修行，要修行的过程当中，未当无发菩提心。菩提什么意思？叫做觉，这梵语啊，叫做觉啊。咱台湾话叫做觉。哦，菩提是梵语，翻译咱台湾话叫做觉，就觉悟之心呐，幸福之心，哦，互你有智慧之心，有慈悲之心，能了解人生宇宙真相的道理，叫做菩提心啊。那么菩萨呢，伊卖修行便罢，那修行伊拢念念不忘啊，这是菩提心。如果修道人未记了菩提心为者呢？伊就失去了修道的方向、甲归宿目标遐呢。所以讲，菩萨念念不忘菩提心啊。如果念念念不忘菩提心为止啊，这就是所讲的不离菩提心的功用。譬如讲啊，如本法师，你出家修行方法报告，你的宗旨在哪里啊？我来讲。我之所以出家修行方法报告，当然我的目标也是要有着成佛的。既然有着要成佛的当中，就袂当忘记呢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要成佛之心啊，念念不忘。所以无忘失菩提心，就是念念之间有着向心力，有着目标，有着方向，因此袂失角差，袂去偏岔去走正去。所以念念不忘菩提心的啊，修定人、修行人啊，知影讲这菩提心的可贵呢。伊无日无分日时暗时，分分秒秒、月月年年，拢总袂当放弃这个菩提心的存在。那菩提心有重要无啊？非常重要哦。所以日本就要讲话啊，菩萨们啊，你当下。在这所在发起了一个清净心，
讲我要发菩提心，要升入佛道。注意，第一佛经有讲，你已经发起这个心的当下，就用偏入这个啥菩萨的戒位里啊。菩萨戒位，所以问伊到底是唔是有菩萨行无，是唔是菩萨无？是问伊到底是唔是有发过菩提心无呢？如果这人发菩提心的当下，这人就是菩萨。所以受菩萨戒人，伊的破戒有两种因缘。第一，就是伊杀盗淫妄，伊破戒。个第二款的破戒是哪？妄失菩提心。所以妄失菩提心，无爱菩提心呢，这当下就失去菩萨的戒条啊，袂当堪称叫菩萨啊。菩萨之所以菩萨呢，爱念念菩提心啊，意思讲我念念，我就是要成佛啦。哎，当下你就是菩萨，菩萨就是你。只是菩萨有四款的戒位啦，家注意讲者。有凡夫菩萨、名义菩萨、定地菩萨，以及着佛菩萨，有四种菩萨嘛。名义菩萨就是讲，伊无受过菩萨戒，但是有发菩提心。哦，这幽缘处在这凡夫的果地，安尼称呼叫做。名义菩萨，过来叫做凡夫菩萨，这种又受过在家菩萨戒、出家菩萨戒，伊还未开悟证果，但是伊履行菩萨道结做呢，这也是菩萨。不过伊还未开悟证果，所以该归入这个凡夫的菩萨啊。啊，过来个定地菩萨，定地菩萨中，伊踏入这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。以上的菩萨啊，发心大事啊，是开悟见果菩萨啊，这是高级的菩萨啊，像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海种菩萨，哎，文殊普贤菩萨，拢都是定地以上菩萨。好、哦，过来叫做佛菩萨，佛菩萨就种已经过来人，已经成佛啦，在成佛的当中呢，一个多加诸旁，来这凡间。那这三宝世间度化众生呢？这类的菩萨呢，咱称呼叫做多加诸旁的菩萨，叫做佛菩萨啊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哦，这点非常要紧哦。所以日本呢，自从在家的时阵听到法师讲这话啊，我当下就猛然觉醒。那么我一面呢，拢沉浸伫这个资料汉，变家的生死又过得好，也出三界得好啊。这款的心性甲动机，完全是自性人独善其身而已，不能兼善天下。那么听了法师讲遐话了后呢，我永远牢记伫心内，就因此的大向这个方法报告度化众生这条路上来啊。所以做菩萨，千千万万唔通妄失菩提心，因为发菩提心的当下，就是菩萨。菩萨是成佛的因啊，无菩萨就无佛啊。佛是为菩萨的六道波罗蜜的万应呢，圆满是成佛的啊。所以无菩萨就无佛，佛是为菩萨而来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这非常要紧哦。那么，咱们讲话啊，讲一部当菩提心遐很重要，如本法师你敢根据？有喏，如本法师讲经说法，讲无两句，讲无三句，就引经引论啊。来，咱来看经典，安怎讲这菩提心的重要？啥物叫菩提心？菩提心的含义是啥？来听哦，我运用这观音经以来滴讲话咯。菩提心者，大觉心是，大悲心是，平等心是。普遍心是，大愿心是，大智慧心是。哎，你注意看了有清楚吼？一部叫做《观音经》来滴讲啊，讲菩提心，菩提心，菩提心是啥意思？伊甲你讲啊，大觉心啊，这个觉唔是自性人的觉啊，唔是菩萨的觉啊，是佛圆满的大觉啊，大圆境地的。智慧心吗？了解人生的真相，
了解宇宙变化的状况，伊完全心内无迷惑啊，大彻大悟啊！这大觉心就是菩提心啊！吼吼，这是外人啊尊严的代志啊，外人心情的代志啊，外人有自尊的事业啊，大觉心啊！学佛就是大觉啊，卖小觉、中觉、不觉啊，那不低不觉去解啦，就是大觉嘛！哦，这个觉不是法觉的觉哦，是觉悟觉。菩提心就是我们的大觉心和锻炼出来的，看到人事物以全方位的认识，未讲有所迷惑啊。看到宇宙万象的变化，以灵灵觉觉大觉心啊。哦，大觉心就是菩提心啊，大慈悲心就是菩提心啊。如果无大慈悲心呢，我讲这个菩提心也失去伊意义啊啦。所以菩提心对佛的心啊，佛继续有大慈悲心啊。比如伊在人间，释迦牟尼在人间呢，恭敬说法49年呐。那么这49年啊，有这大慈悲心流露啊，恭敬49年，你想看卖啊？有人讲2年就修大，恭敬说法5年就修大，有人讲3个月就修大起来呢。那么释迦牟尼讲49年呢？非常有毅力，勇猛精进啊，因为伊有啥？有大慈悲心。那无大慈悲心，一般的悲心利益呢，无都维持49天啊。所以3宗12部教典，咱有机会听到释迦牟尼的教法，咱感恩释迦牟尼有大慈悲心，讲遐尼济道理，互咱受用来解脱啊。菩提心就是慈悲心的意思。过来，菩提心有包含着平等的心呐、啊。哦，菩提心，咱清净佛性啊。啊，那么你若成佛了后，你的心是平等的。哎，善者人爱较多，好业人嘛爱较多，贫穷人爱较多，富贵人咱嘛爱较多。上至总统、文武百官、五院院长，那一面成色咱嘛爱较多。民间属龙工商有机会，咱买较多；伊卡江洋大道攀夫走出有机会，咱买较多。在这经营之下，叫做平等心啊。卖讲大众先用敬的啦，这人看我靠缘了，伊靠虚下心，咱较多。这人个奸贪哦，咱就买较多，未使呢，安尼无平等去啊。富贵民间。好业善无分啥，干那一心就希望一旦学佛修行尔，以抱着平等之心度化众生，是名为平等心啊。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好，菩提心各般普遍心，啥个普遍？你度众生，干那度小圣人的人尔，无普遍，无爱度大圣的，因未使。或者是呢，你敢要度大乘，小乘唔多呢，安尼无普遍。不但度人道啊，佮天界众生、阿修罗、地狱畜生、恶鬼呢，六道众生爱普遍嘅度化，叫做菩提心有包含普遍性、普遍性，安尼怎样吼？就是讲菩提心有包含普遍心呐、啊。那这菩提心无包含这普遍心呢？这菩提心也出了问题。还有菩提心，佫包含有大愿心呐、啊，大愿地藏菩萨，好为愿哦，下了非常非常大，众生度尽，方成菩提，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啊！好愿下个大大大开开开啊！哦，咱的修道都爱发这大愿心。愿大福就大，果报就大。愿若细，果报就细，就无得成佛。心会真正的人，只要长加啊多，无得了快人呢。伊即款上即是二性人而已，无得成佛。过来，菩提心叫做有大智慧心呢。你看对一尊佛无智慧啦，你看对一个菩萨无智慧。哦，诸佛菩萨啊！智慧真虚空骗法界啊！
人生观、宇宙观、有为法、无为法、色法、心法呢，无所不通达啊！是名为菩提心，叫做大智慧心呢、啊。你注意清楚哦。哇，那清楚呢？在要结束以前，我把观音经搁念一遍哈、啊，作为结束呢，你笔记较紧哟，甲抄起来哈、啊，紧呢。观音经云：菩提心者，大觉心是，大悲心是，平等心是，普遍心是，大愿心是，大智慧心是。你只有听了吼。哇，那听了呢？时间够够咯，会见哈。那明仔在楞严经第39天同时间再会。